我的车没了。你不会是做梦吧？这是证据。在我眼里，所有人类都是器官的集合体，不分性别美丑。我倒要看看你口罩下是怎样的一副尊容。我要每时每刻出现在他的视野中。周医生，怎么有人能见到我苏金北都不低头呢？我一定要让他爱上我。心跳过速是因为肾上腺素与多巴胺的分泌。我没有吃宵夜的习惯。你装你的，我要的气氛到了。别闹。我怎么能让一个小小的医生打败？一二妈，你有没有悄悄喜欢的人？你连订婚宴都不去，都是家里给安排的，面都没见过，我怎么可能当真？你可是偶像剧女王苏金北，既然他这么不识趣，赶紧退婚。我怎么能让一个小小的医生打败？如果这事过不去的话，我都瞧不起我自己。我要每时每刻出现在他的视野中，彻底让他臣服。这油盐不进的周时月气死我了。平时很少穿这种，有没有觉得很特别？没什么特别的。你到不了来家里坐坐啊？明天还有什么？满足，不错。喜欢他对全世界都冷若冰霜，唯独对我展现他的温柔。我喜欢他的一切。苏金北小姐是不是你女朋友？你什么时候看上的？素人跟明星的爱情通常都不会有结果。放肆追，追到就睡，报答不来订婚宴的一哥之仇。那我要是不走呢？那我就退婚。如果明玉和他，我只能选一样，我选他。你是我未来的妻子，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。和你在一起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。我给十一盛了碗汤。